稍微盖到一点。很怪，盖到。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我们要鱼啊。这是第六天的早上。我们第二天。第六天。我们来到绍兴哈。第六天。在绍兴哈大酒店哈用早餐。好不好吃啊？我们昨天晚上来到绍兴，我们住在绍兴凯业大酒店。对，现在吃早餐。我们是第六天的早上来吃早餐啊。干嘛该啊？我穿不着买小玩意啦。快做的时间来做啊。摸着。快做的摸着，专门做。不快做的时间拿来做，快做的摸着。哎呀，你没看有料呢。看穿过哎，看看到没有？看过。那个。对。今天提几斤啦？啊，提两斤。哎，你买个蔬菜啊？上斤。上斤，海叶大红果。对，海叶酒店。哎，绍兴。来了就绍兴啦。牛角包啊。对啊。老板，牛我就。你水包吗？差不多啊。水浪包。浪包哈。很多种。嗯。差不多讲咯，哎呀，连滚拖索同拖档的能喊好哦。嗯，很香，还没，我讲，今天是第几天的行程？第六天哦，晚上就要到上海去了。哦，然后在什么地方？什么饭店？这里是绍兴，然后这个饭店是凯悦饭店。海业大酒楼嘛，哈。对，五星的，不错哦。那明天我们要到。很丰盛。哎呀，今天有几个行程啊？今天早上，绍兴这边有两个，兰亭跟鲁迅故居。然后下午就要拉车到上海去了。讲得很清楚。老哥，今天已经第六天喽。明天就要 say goodbye 喽。可是我会追到你家去哟。啊 ，no problem。你吃了没？你这个辛苦啊，再拍。嗯。很香哈、哦，好吃。这梅干扣肉好吃。啊，在那里，对，蒋先生，早安。然后，好，我们今天有几个行程呢、啊？地陪不知道哈，不是要看那个啦，啊要看了哈，要看行程表，没有记在脑袋里呀、啊，啊有睡饱吗？有哈，睡了有舒服吗？有哈，饱肚子哟，饱肚子啊，饱肚子啊，有饱到吗？哦，该有饱该好啦，冇过路，冇过冇饱到，有过路蛮多，该就唔好啦。行到点点啊，我饱肚子。全部要按摩嘛？冇啊，啊饱肚子都冇时间了哦。冇人按啊？冇要按摩。有打电话来？有老年人呢？有打电话来啊？有，打电话。冇按老年人嘛？哎呀，咁你就加减啦，冇生意啊。他爱来就来啊，不能烂，很饱，很饱哈，很舒服哈，早，昨天晚上比较早休息啊，对啊，今天心情会特别好，对，体力会比较旺盛，没错，要今天吃饱要展开一系列的活动了，好，早安了哈，真的是早安，早安。那个七点半就要离开了哈，绍兴凯业饭店了哈。哎呦，很激烈了。哎呀，激烈啊！阿张太好了，谢谢啊，不体力哈，俺不要让我做戏，我不得演戏。哎呀，俺不得让我做戏呀。你真戏。哎呀，跟老雷米就我。哎呀，你真戏。你爱真戏，我是，你身上生气，哪个爱真戏啊？不过来。我去那边，我去念阿罗嘞哈，没啦，睇啊，人生身体就好了哈，继续交流了，哎呀，嘻嘻嘻嘻，来来嘻嘻。
让神气，对吗？哎，那古大干答答滴滴，嗯，还是母答滴，还是不落实落实，搞到搞坏的意思，不讲落实搞坏的意思，打死我！今天的磨三机，啊，真是啦，煲汤来发磨三机啊，答答滴滴让神气啊，啊，答到越越奇怪就越神气。越来越晚，越来越累。一下呢，今天天气很好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到东湖之后呢，啊，各位。火肚鸡啦，还没得阴冷挨过阴冷一个火。乌篷船呐、啊，这里是东湖啊。啊来到东湖啊，要坐啊，景区啊。跳舞，是因为来了这个东湖啊。老师，来到这个东湖啊哈。抽烟。啊，谢谢谢谢，要来搭这个乌篷船啊。吃饱了要去抽烟。今天早上，绍兴这边出发，第一个站是来到这个东，第一个景点哈。现在看竟然到不到东。今天有三个景点。完了之后，我们就要到上来，就搭车大概要四个多钟头。哦，还四个多钟头。从湖北山来的，啊，对，感谢蓝天哥呀。